那个手表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说过不准我打他的主意。那个是我爸的遗物。小时候啊。 我只要做噩梦的时候，我爸都会把那个手表放在我耳朵旁边，然后只要听到齿轮转动的声音，我很快就会睡着。这是不孝，居然把我爸的东西给当了，真的没有用。 哎呦，你不是没用，刚老板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这是他们的问题，你别自责了。你放心，你爸的手表肯定会失而复得的。我想，这个有可能是上天安排的考验，就像我一直相信我可以找到秦老师一样。真的。 笑一个嘛！今天是在找机会亲我的时候，我还没有，刚才的话当我没说。 骑车啊！手机又不是我。哎，跟你说，我不太会骑车哦，为了安全，你们最好抱紧一点哦。不用，我就这样抓着你衣服，很安全。我，小心一点，你对不起啊！我就跟你说，我不会太会骑交车嘛。哎。